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游戏是《海底大猎杀》啊。咱们看看，咱们这个小红鱼已经非常大了，然后咱们把巨齿鲨虐得不要不要的，然后它现在已经不敢跟我们战斗了，所以说咱们也得换个地方了。地方看有没有苍龙啊，什么东西的，咱们可以上去。但是的话，苍龙的话是没看到，但是这个大家伙还追上来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有点讨厌了。我明明我不想掠你了，你还想过来让我掠你一下，这里叫我咋弄？我看一口能不能把你吞了呢？既然一口把这个大家伙给吞了，你说你还过来跟我玩啥？哎，咱们直接。喷了他，这得多方便啊，是吧？啊，今天终于把这个鱼培养到一口能把大巨齿鲨给吞了。这巨齿鲨在这个海洋里面属于是战斗力最强的鱼了，但是他现在好像不让我走了，这有点过分。是不是我吞你吞的少了？我现在真不想吞它，我想换个地方去，我想把我这个鱼给爆开。它还在跟过来，咱们把它带得远一点的时候，咱们再把它吞了，然后它就不会过来了。掉个头，来过来呀，过来，我在这里等着你，快点快点。哇，你游的速度好慢呀，是不是？看一看这个巨齿鲨在我们面前就是个小朋友，小宝宝一样的存在，是吧？他好像到我面前了，他又在这里啊，想给我来个蛇皮走位，看一看下面。哦，下面有个小鲨鱼啊，他竟然还想着要吃小鲨鱼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，喜欢咱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啊。咱们看一看，咱们把这个鱼爆开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场面。咱们看看选一个什么样的鱼过来，得选一个在他身边出生的鱼，要不然要便宜别的鱼了，是吧？这大白鲨吗？这大白鲨应该在这边下，这是虎鲨耶。对，我选一个，就选这一个。好，咱们爆开，咱们来看一看咱们这个场面。我勒个去，看看咱们爆开的话，这个场面是相当给力的，是不是？漫天的肉，咱们赶紧上去啊，上去吃肉，找肉吃，找肉吃，找肉，肉肉。哇，在这，哇，这得多兴奋呀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咱们这一期就到这里，喜欢咱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